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小厨娘胡萝卜。没过饼胚三分之一，盖上盖子继续煎制七分钟左右，水分也收干了。好了，出锅摆盘上桌，就可以美美的开灶了。哇，蓬松暄软胖圆粉红的胡萝卜糕就制作完成了。最好吃的还要数底部这层焦香酥脆的皮儿，越嚼越香，有条件的再搭配喜欢的番茄酱料或者蘸料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，吃了一个还得另一个。这么好吃又营养的糕点，一定要为家人收藏安排做一做。这里是飘飘小厨娘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